今仔日风真透吼，所以风飞沙真硬吼，啊，目睭来较细蕊的吼。好来，咱来看另外一首诗歌，来558首，恳求救主对我光明，才会传你活命命令，予我找你失迷的儿子，哪主带我到你身边，咱来吟第一节，好来吟第一节。就在基地，把大家教会讲到吼，啊，下晡吼，咱啊，请人团队来引出咱啊，来做礼拜吼，啊，这个时这个时间啊，交予今仔日咱的聚会名人长老。阮准备先来敬拜神，阮首先来祈祷。上帝，十一天的上帝，你是宇宙万物，你也掌管宇宙万物，掌管阮的性命，你是阮的拯救，也是阮的方向。面对这个七月炎热的时阵，真多人心内无平安，无惊吓，去拜神的鬼神。就这几个音那气力，我在你是平安的关头，你永远会从平安的给我。我若信靠你，你只要帮助我，予我心内无惊吓，安稳自在。因为你所许的日子，每一日都是好日。我若信靠你，我是真个拢免惊。只是你帮助我，予我会通将这个平安的信息。这个好音，要唔卖助力的人，好音会通得真正心内平安。我若感谢你，阿哥你保守我，我拢会通不消失，一种健康。你不保守我，兄弟姊妹，是你看顾的你，拢有健康的身躯，有坚硬的精神，我伫生活中当然好的见证，当因为你。啊，我也真欢喜，伫下晡就跟团队要到伫遮，将上帝你的信息来教示阮，勉励阮，让你建立阮平安、安静阮的心，我用心与知识来敬拜。我来祈祷感谢，确信的是阿门。那么，良心的概念来三角，来三角良心的概念吼。
咱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选择。这个代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亚沙亲像是讲，咱就听厝边亲像家边。这两条界是专入化到先知的庄分头。主用新的界面给咱，就是咱就三看，亲像伊要听咱，咱也着安尼三看，咱也三看。正人要对安知，咱是伊的学生。下面要学圣经，要学加勒泰，加勒泰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要请李天山执事来宣读。加勒泰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兄弟啊，若有人无处烦恼作怪。你就不行了啦，就要过你的过年，注意健康。大家开始小心，拿了病就注意点事。病大人的感冒就怕成他，用安来治，你就得发现。不熬的也开始动不熬，就更开始。大人就先在家己的所见，就按花到在地分析，无在地大人，因为大人要当伊家己的人，学习道理的，就将各项好物学驾驶教导伊的三三部分，我就家己做了，相对会无问题。因为人所也的心，伊也的心，为着家己的肉体也的，一对肉体来修行，白白死亡；为着精神也的，一对精神来修行，另外的话，咱正好唔通失，因为若无预防，到时就会出现。我以较有机会就行好行好进来，而且对身正对一个人不靠得起，不靠得起。所以，咱们请徐班来献诗，请徐班看到好进来。你什么情绪？先来助康我去。Thank you.
你那边传，连传到，刚到，伊所谓讲是一传再传。